久啊？蚊子叮我。蚊子叮你啊？买你那么久？买你也不用这么久。下雨啊？你看，这个淋湿了。来，拿你的，又被咬了几个包，你看。在哪咬？我怎么知道？在学校咬还是你车上？不是，是蚊子叮我的。是蚊子老叮我，你的血比较香了，它就老叮你了。奇怪，个个不咬，就咬它一个。哎呦，咬了一天不干，一点都不舒服。我感觉全身骨头痛。你痛啥？感冒。妈妈。放好书包。哥哥在哪呢？哥哥还没放学呀，一路拉回来，哥哥。那么想你哥哥。哇，你做的呀？啊，给你的。为什么给我呀？嗯？是你的吗？嗯、啊？明天不是你的节日吗？今天还不是哦，要星期天才是哦。给你。谢谢儿子。穿鞋，怎么今天这么久啊？这么久，六点多才放学，骗我五点半。老师说五点五十的。去到那里，全部的人都是在那边都没下。那估计是今天延长了。老是骗我早早去，每次去都是骗我早早去。我去都那么准时，就你去，我以为你带他去超市了。对、嗯嘞。洗手吃饭了，洗手。洗手没？我洗手啦。走，去洗手，我带你去，走，哥哥，穿鞋过来。那还有个副桌。我洗手了。菜都凉了。用腐竹丝这个，来，上来。哇，好幸福啊！又准备到母亲节咯，漂亮吗？不漂亮。不漂亮啊？那这是哥哥送我的，你打算送我什么？明天我送你一朵花。是吗？嗯。你去哪里摘花？不是摘花，是我去，明天我去学校拿一个花给你。是吗？学校有花给你拿呀？嗯，谢谢你，赶紧吃饭了啊，肚子饿没有？嗯，今天煮的早一点，菜都有点凉了。这叫早餐。哎呦，你夹那么大一块吃啊？嗯，这是啥，妈妈？鸡肉。好厉害不？这家伙，你夹着那么大一坨。那个粘在一起的那个煮的昨晚的剩菜，这个也是剩菜。哎哎，暂停电视先，快点，吃饭不要看，去。吃饭。天啊！那边下雨，下好大的雨呀、啊。这么早？嗯，先吃饭，吃完饭才可以看电视。来，吃你的虫。那么多，哪里多了？妈妈，我要了。嗯？吃虫虫吗？来，虫虫菜。玉姐，你吃虫虫吗？小时候你吃的虫虫汤不？嗯，咬进去好脆的。嗯，这个不要。嗯，好。好吃吗？一点都不会咬人。主要怎么可以咬人？嗯。家里那头猪也不知道吃的咋样了，这里全是那个铜骨排骨混在一起了，就这样才好。我打包完了才知道，我说怎么没有排骨，后来翻翻翻又感觉里面每一袋都有一点排骨，这样才好。那想煮排骨都煮不了了。这个猪肉好吃啊，他们说的土猪啊，好吃啊，不吃啊，好香啊。香吗？不香。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又用衣袖去擦嘴巴。看这。快点，妈妈做的菜好香。你想要什么？要冬瓜吗？我要。像西瓜一样啊。我也要。那个硬硬的皮不吃就好了。嗯。现在又不硬。二十不能吃。那皮硬了。